嘛，对不对？你们是排第二轮吧？对不对？都是第二轮，对不对？所以前面你们是时间不够吗？不够，认真。你有几本？哦，公益的只差一两本没签到，是不是？好，了解。所以然后五分钟时间应该绰绰有余，刚刚那个好几个十本的都签完了啊，好不好？因为每一次你们在签名都会让我们多当做一个数据啊，那同时呢以后就大概会知道怎么样来控管这个人量跟这个数量，这样子达到这个宾主尽欢嘛，好不好？对吧？然后让你们都买到都有机会签，不然都说买了没有机会签，对不对？好，那下一批这边有没有什么比较多的？有没有什么十本以上、五本以上之类的？有没有？还都蛮平均的，平均的哦。好，有没有在座各位现在在坐着的？有没有五本以上还没签到名的？单位五本以上，啊，也算比较少数了，大概是十位以内。哎，两位在一起是不是？你们是同一个人五本以上吗？十二个人各一本。好，没有，我现在是说一个人五本以上，比如说小鹿五本，我有小鹿五本的这种，一位，来，你左右有没有人类似这样的？有没有？没有就还好，因为有的话你可以错开，我讲过了，这样分担一下，分散一下，这样才不会说一次二十本小鹿，或是一次二十本雅璇在前面再卡在那边，好不好？那这边也有五本以上，对不对？同一个人五本以上是分开的 ，OK， 分开的都没问题，分开的大家都绰绰有余的时间哦。那刚刚可能是因为那个排第二次，可能是因为我们是算是前两三轮啊，算是比较铁粉，对不对？早上中午就来排队了，那你可能你的左右邻比较多，同样类型的，好不好？哇，这边居哥又闻到这个浓浓的香水味了，好不好 ？OK， 来，通通来，在我们的热烈的掌声哦，再一次的欢迎我们的十二位美丽动人的女孩来到我们的现场喽。什么事笑得那么的灿烂呢？好，来，我们的十二位女孩又回到了我们的现场喽，来继续依序来就坐一下哦。有没有玩大风吹啊？还是照旧刚刚的位置就好了？还看你们自己啊！你们要照旧也可以，或是要大风吹换个位置也可以，好，看自己哦。好，来，请就坐喽。OK， 好，那我们下半场的签名会就我们即将来进行，下半场的开始喽。来，我们来开放进场。来，我们从第一位签名往这边开始计时时间哦。这个安全规定大家都还知道怎么做的哦。
好啦，Migos非常的辛苦哦，有的是从早上六点半就开始做活动，一直到现在哦。哦，好，这边有一个干嘛？神秘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现场，我先不要揭晓他，等一下让你们到了，让你们自己发现他，好不好？来，我们二十位哦，一样照着我们刚刚的这个安全规定来走哦，我们每一位先做这个签名。签完名之后呢，有时间我们再拍照，拍完照有时间我们再署名一下哦。对，没错，这位小姐你在我们的安全里面哦，很好，非常好，就是这样子哦。你看没有人在排队，你可以尽情享用慕言的微笑，好不好？啊，但是如果有人来了，你就必须让下一位来那个一起来共享一下，可以哦。你看下面有人，你可以继续签。对，从一月签到十二月，我讲过了，好不好？这五分钟大家可以好好把握一下这五分钟的时间哦。好，时间还有一分半左右哦。好，里面时间还有三十秒，最后三十秒的时间要把握一下哦。新歌你在门口哦。
来，最后十秒钟的时间，来把握一下最后十秒钟，最后十秒钟，你看这位帅哥在顾着聊天，都忘记签名了哦。赶快，你还有十秒钟，讲完话剩下五秒了，赶快。三、二、一，来，我们时间到喽。来，我们最后一个签名还在签的，我们可以把他们完成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签完名之后再来拍照跟署名哦。好，这位帅哥，大家都在看着你了，你看看。好了 ，OK， 好，非常热情哦，来，好，好，好好的，开心的过每一个2019年哦。来，我们下一位，请进场。我好奇一下，来，铜墙铁壁在哪里？来，你看，习惯他一讲到他就还能换到他了。谢谢你为了我举那么多次手，等一下你签名我一定给你大大的福利，好不好？因为你的关系，你们这组加一分钟，好不好？给你们签个过瘾哦。对，为了他一直举手，看今天至少举了有没有20次，有没有？有，对不对？好，从现在开始再继续举着好了。好，这边里面还只过了一分钟的时间了，来，大家我们很有秩序，大家都两个人排一列哈，轮流稍微排一下哦。大家有人喜欢签在他自己的生日的月份，对不对？还有我们的一分半的时间哦，哦，难得看到我们这个孟姐姐有空喝下午茶了哦。从刚刚忙到现在，你看，发现这个
战力还是有差，对，前半段的先进来先挤在这边，看后半段他开始分了一些这个趋势哦。所以我说你们可以在排队 的朋友们，你们可以使出这个 pass 卡，知道吗？就是如果你知道这一回合有很多，譬如说他有单本是小鹿是十本以上的，你可以先不要进场，等到下一回合再进场，好不好？来，接下来下一批二十个人，有没有超过单一个人超过五本以上的？有没有？你的谁超过五本？谁？红豆五本以上是不是？那这一回合像大家知道，接下来的红豆会比较多人哦。如果说你这边有红豆，你可以使出 pass 卡，等到下一回合再进场，好不好？好，先这样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游戏规则哦。啊，讲完话时间还有三十秒的时间哦。好像这个时候那个糖粉就很惋惜，怎么我不是在这个时候进场，对不对？还可以跟孟姐聊聊天、拍拍照的哦。好，来，还有时间，还有二十秒的时间哦，对，大家把握时间哦。来，时间最后十秒钟哦，最后十秒钟，大家把握一下哦。来，三秒钟，两秒钟，一秒钟，谢谢大家。来喽，我们来封笔喽。来，我们来可以封上我们的笔盖喽，谢谢。好，我们直接到先做清场的动作哦，谢谢大家。好，我刚刚有看了一下，有人是他是抱着十二本，他自己想要一本一本这样签，对不对？那如果说你同时分散在三家的话，就会比较快，好不好？来，谢谢，来，我们下一批进场哦。好，这边有红豆战士哦，先看到已经他已经独霸一方在这边了。队伍跟上。哇，他还有热情的粉丝在，这是木瓜是不是？伴手礼要让我们的这个李怡轩哦，暖暖包，还有很多的这个小伴手礼，欧米亚给。给我了吗？来，后面队伍跟上，过来。后面队伍跟上，来这边排排过来。我收割，我最看到你了。哦，非常的贴心啊，准备了这个水果送给我们的女孩们哦。但是你送了个木瓜，要怎么吃啊？是不是很高纲的一个物品嘛？要刮一刮割削皮什么东西的吗？来，后面队伍跟上。后面队伍跟上。要多吃木瓜是不是？来，后面队伍。来，先生。先生。要吃木瓜才有用啊，对不对？哎，这些哦。打吃一吃这个当季的水果是蛮好的啦哦，养颜又美容，对不对？会。啊，这边同时跟大家预告，我们拉米戈球员主场是在3月27号哦，我们的下半季的，上半季啊，2019年的比赛哦，在3月27号，哦，3月23就开始了，哎，有。是开幕战吗？哦，三二三，好，我一直记327什么日子啊？好，3月23号在我们主场开幕战哦，我们即将预约我们的2019年的比赛喽。那虽然少了这个大王，对不对？那我相信这个因为这个关系啊，球队的战力也会有稍微些许的调整，让更多人有机会来展露这个头角哦。那也同时，我们现场也会有我们的拉米哥斯呢，帮着大家一起来应援、来加油，也欢迎大家3月23号到我们桃园主场来看我们拉米哥斯的完美的表现喽。好，我们的红豆战士在旁边已经聊起天来了，看看这边都没有人跟他抢红豆，在这个五分钟，我看到这个红豆哥他的脸非常的开心，心满意足的300秒的红豆时间哦。
哦，但是我们还是要让这个后面有红豆的要先让他做签名，好不好？我们让他签完，再好好享受这个300秒的红豆时间哦。还可以啊，时间还有2分半，还有2分半的时间，相当的多的时间哦。我们轮流稍微轮流一下顺序哦。这个慧慧有空就可以来削木瓜啦。好，原来这组也有亚璇战士在这边的哦。我们不要推几台过去哦。有人喜欢签在封面，有人喜欢签在这个自己生日的月份，还有人喜欢签在这个2月14号情人节，对不对？哦。这个桌立拍这个球场当这个背景真的是非常的适合哦，这个拍起来的美轮美奂的风。然后我们球场现在那个草皮还在养护中，如果今天有去到现场的哦，应该看那个草皮都觉得怎么跟想象中的桃园球场不太一样，对不对？对，因为这个时候是算是草皮在养护的阶段啊，那预计要在2个月后它才会展现出它最翠绿的时候。所以因为这关系，我们跟这个乐天精英队的活那个比赛呢，我们是移到这个天母球场来做全员主场的一个实行喽。哦，刚好主场。好，这边时间还有30秒的时间，来最后30秒的时间哦。来，我们红豆哥这边近况如何？还有2本是不是？好，30秒时间应该有机会啊。哎，失误招领，来，刚刚在懒懒这边签完，结果没拿走的人是谁呢？3月14号生日，来，这位人兄是谁？3月14号生日，就请懒懒签完的时候没拿走的，我已经广播了5次，就你们20个人，结果还没人理我，你看看。来来，我们最后时间还有5秒钟的时间哦，5、4、3、2、1，来，我们时间到咯。好，这边红豆这边是稍微比较 delay 了一点，对不对？好，那我们先让这边是你是没有签到的，对不对？好，没关系，因为这边 delay 比较多一点，我们让最后这2本签完好了哦。好，我再讲一下，我们这边是可以打出这个 pass 卡的。如果说像你们要签红豆，你们知道这一回合有红豆哥这种角色在，我们就可以先使出 pass 卡，好不好？下面有没有什么歌？有没有这5分以上？你是谁？小情哥是不是？好，来来来，请进来，没有，这有代称一下，好不好？小情战士，来，我们直接开放进场，好不好？来，我们红豆这边插一位没关系，来，我们直接先进场了，来。好，这个小琴这边，这位哥，你知道小琴他在那边修指甲、吃泡面、敷面膜，就在等你来，你知道吗？你干嘛插我队啊？啊？干嘛插我队啊？我没有插队啊。哦，亚璇这边也是有10来本哎。哦，还有。哦，这边下半场的战况蛮激烈的哦。好，小琴这边可以慢慢的画，慢慢的诗情画意的来做这个签名哦，一笔一字哦。
中的话，我们就先中间。我是可以量的。等你了。好，这边有一些我们在逛街的大家大朋友小朋友，我们今天这边在办的是我们的拉米 girls 的这个桌历签名会哦，同时也有我们这跟星光银行合作的这个公益的月历，也可以来现场来做签名哦，或是说你有购买这个签名版，要到星光银行这边来兑换这个一个桌历的，对不对？有吗？如果说你有这样的要兑换的话，可以到我们右手边这个数位分行这边哦，有我们美丽的星光 girls 也在我们的前面这边哦，那可以凭你的这个证件来换取你的这个桌历哦。互相伤害，对不对？右边也太凉了吧？右边，中间更凉。哇，这个下半场右边来的，右边的比较来势汹汹哦，变得左边这边可以来围堵了哦。先生，注意。我发现雅璇这边有快将近20本哎、欸！啊，我刚刚在问你们，怎么没有人跟我说这边有超过5本以上？真的，小时候就比较低调，对不对？真的、欸，这边雅璇有快左右边那边加起来20几本应该有了。但是没错，因为他前后左右没有人在排队嘛。请问一下，在场的20位有要签雅璇的吗？如果有的话，你可以先到前面来，好不好？这个雅璇哥这边要先等一下哦。来，时间还有最后的一分钟哦，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哦。大哥，大哥，要。好，最后30秒的时间呢，大家好好把握一下哦。这边左半部在进行的是这个画画接龙啊，哦，来继续来传下去，看看传到最后活动结束会是画到什么境界哦。好，最后30秒钟，最后30秒哦。抱歉，没拍好。哈哈哈哈哈！雅璇这边已经签到都堆到快到下巴了，你看看。来，后面队伍跟过来哦。来，我们最后10秒钟的时间，最后10秒钟，大家好好把握一下哦。好，来，我们准备喽。来，我等一下还你。好，来，我们准备停笔喽！来，我们准备停笔喽！我们时间到了，5分钟，谢谢大家。好，这个雅璇这边，你看到他左右两边都还是桌历，对不对？他打算先留着，来，先服务我们下一批的20位，有空档来慢慢签这20本，好不好？来，我们这边准备喽，要准备来清场喽！来，我们把握时间，后面可以先进场了，好不好？来，请进。
下来的时候，你想要再扯那个十二本都满了。对，有可能会有，因为因为十二本都满了。我是订了十五本，但是有帮人家订过。哎、欸，听说铜墙铁壁在哪里？哦，要来要来了，是不是？就是你吗？我从银行可以买十九本。我好像好，没关系，我说到做到，好不好？我就买就还好。来，因为这一组有这个铜墙铁壁组，我们多了这一分钟时间，好不好？队伍过来哦。来，这一组有六分钟的签名时间哦。来，后面队伍跟上哦。来说，为什么他叫铜墙铁壁？因为呢，居哥从一开始，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号码牌，所以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请了一位，就是他就是最后一位，他就那个墙壁当做截止线，在他之后排队是不一定可以签到名的。对，然后说我一直 cue 他，他就一直举手，你在哪里？铜墙铁壁在，他就一直举手，一直举手，一直举手。对对对，非常的辛苦。然后，那换个方式讲，他是最后才来的啦，因为他如果很早就来，他就不会当最后一个排队的、啊，对不对？他如果很他是最后来才来，才是最后一个啊，对不对？对不对？好，那这边今天最早还是从说昨天夜排就来，晚上就来排队了。对对，日本的朋友，哎呀。所以铁壁哥，你有几本桌历要签、啊？就一本而已啊。哦，所以是为了梦姐而来的。所以梦姐已经在帮你从一月签到十二月了。好，这是可以的。你后面是没有人在排队的情况下是 OK 的，好不好？那你就满满十二个月都有我们的梦姐哦。要拍拍看嘛，过几天了没有？好，我们有人来，我们可以先，没关系，时间很充裕，他有六分钟，你就帮他签完吧。六分钟，因为这一组多了这位铜墙铁壁哥，对对对。哇，亚轩这边越来越多本了。好，我顺便再问一下哦，那个现场我们还在排队的，你是第一次还没有进场过的举手，我看一下。不要举，你都还没有进场过，对不对？我跟你好，那、啊、其他人是已经进场过的了，对不对 ？OK。来，我问一下，现在排队动线最后一位在哪边？最后一位，好，后面还有吗？你每次有签过吗？还没签，来，请进场。进来吗？对，没有，还没签，一样排队，排队。好，这边我看到一位公牛哥，你也是要排队的吗？你签过一次，那你要签第二次是不是？因为星光桌里没签。好，星光桌里来，请进。来，我们现在看一下，目前到公牛哥应该是最后了，好不好？好，那这边就帮我把那个红龙就不要再排队了，帮我拉起来了哦。那就我就认这个公牛哥在哪里？来，你是我们今天的铜墙铁壁 2.0， 好不好？你就是我们的压轴了，好不好？今天活动到九点，我们希望还在时间内可以结束所有的今天的拍照跟我们的签名会哦。那因为接下来都是算是第六次的，对不对？我们看时间看状况来抓一下时间，好不好？基本上你进来，让你先满足你前面没有签到的为主，好不好？你前面有差一两个没签到的，等下利用时间签一下。那如果 OK 了，我就会做这个欣赏，让今天让后面的人所有人都可以签到。啊，不好意思哦。不好意思，哎，不好意思哦。哎，我们时间还有，现在是四分半嘛，哈，所以多了一分钟，注意安全哦，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哦。
来，所以说我们下一批二十位是都签过名的吗？不要举过头，不要举过头。你还没有签过的举手，你还没有签过的都还没进来过的，下一批二十个，我问一下下一批二十个，下一批二十个都是第二 round 的，对不对？第一 round 好。那我决定下一批我们开放，我增加五个人进来，我下一批让二十五个进来，但是你没进来的先不要进来，因为你这样会少一个人次，你懂我意思吗？你等下一批好不好？对，第一次进来的，我们下一批让有进来的先进来，我们让二十五个人进来，人多一点，因为他可能已经签过了，就不要耽误到后面的时间，好吧？这样会节省到后面的排队的顺序，这样子先生懂我意思吗？因为这样的话，因为我现在进来二十五个，你会变得人比较多，这样对你不公平，因为你是第一次来的，第一次来的我一样就会帮你安排二十个人，好不好？好。那我们美丽的工作人员，美丽的，我们待会要进开放二十五个人进来哦。对对对，好不好？然后是没有，是已经进来过的哦。好，这边时间最后的十五秒钟的时间哦，来把握最后十五秒的时间哦。好，我们的铜墙哥已经签完了嘛？哦，心满意足了，谢谢你，有你真好。可以，可以，你还有可以在里面享受最后大概八秒钟的时间。来，我们最后五秒，四、三、二、一，来，我们时间到喽。来，我们准备清场。不要举过头哦。不要举过头，哦，这个，日本朋友，拜拜。不是我，后边值得了啊，哦！举过头了，后边点嘛。来，我们下一位开放进场哦。来，我们这边开放二十五个人进来哦，因为他们是已经进来过的人了，所以他们可能只是补一些一个人，一些人没签到的，所以我一样开放他们多个人的时间，我来看看哦。对，第一次的那个 pass， 你可以先暂停一下哦。来，好，还没进来过的千万不要在这一回合进来，因为这一回合人会比较多，好不好？那你进来补一下。来，直接接下来进场的是已经签过的哦，来，请进。对，二十五个人哦。啊，进来还是要照我们的顺序哦。你一个签完要换下一个人哦，好不好？对，不要一个人嘟了五本来要签完，好不好？有问题吗？美丽的工作有问题吗？没问题。好，那我们就二十五个进来就暂停了哦。好，大家一样享受这五分钟，赶快补足你刚刚没有签到名的，所以你等于说今天花了十分钟来签名，好不好？十分钟签名很多了，好不好？你看你平均算起来，大概一位女孩会对你看着你一分钟，哎，对不对？好，看到我们这个路派这边也很有秩序的在排队着哦。来，我们就一位一位来，好好的来补一下你刚刚这个没有签到的这五分钟哦。那个小鹿，我告诉你，这些人呢，啊，他们刚刚就是都没有在你这边，他们都在别的地方签名，所以现在才补你的，你看看。不然你看看，你们如果是一进来就找他，怎么会需要再补这五分钟呢？对不对？哦，原来这边黎轩队长这边的哦，补的也是蛮多的哦。好，那我下一批要进场的就是回到二十个人哦。我们下一批进场就是二十个人，第一次进来的人哦，第一次进来签名的，我们就二十位，我们一样签五分钟的时间哦。那我来，我还是要问一下，有没有单人超过五本以上的举手？超过五本以上要签名的，谁的五本以上？倪轩是不是？
好，所以下来接下来这一组有倪轩五本以上，有倪轩战士，好不好？所以说，如果你在这个下一回合有倪轩的，你可以先使出 pass 卡，先不要进场，好不好？好，我看这一组蛮多人是要来补拍照的啦哦。好，没关系，这五分钟只要没有人要签名哦，你是可以来好好的跟他们拍个照，留个做个纪念哦。那继续支持你这心目中的女神哦。哇，小鹿这边已经排到水泄不通了哦。很好，大家都守一下秩序啦哦。来，我们时间还有一分半的时间哦，一分半的时间哦。怎么有人开始露出无奈的脸？是排很久是不是？所以你要补到你要补的人了吗？好好好，你就是他小鹿是不是？来，这位帅哥，你帮我排在下一位第一个，我让你下一回合进场牵小鹿，好不好？来，我知道你就差小鹿而已，好不好？就让他牵进来。等下有21个人进场，好不好？就包含他，让他牵小鹿，好不好？我让你第一个牵，好不好？来，我们继续先来，我们先签名哦。来，把握时间，因为有在排队的，我们先以签名为主，好不好？我们就先不拍照了哦。那这边鹿派的两位签完了吗？也在排队签名，是不是？好。来，这边最后时间还有20秒的时间哦，最后20秒的时间哦。所以你们是要进来补小鹿的，到现在还没补到，是吗？哎哥，我刚刚看你怎么跟那个宇轩有拍照啊？是吗？哎，被抓到了哦，先去找他，再回来找鹿王，这样是不是？啊，开开玩笑啦哦！我排在这里都是伤害的。好，我们只有5秒钟的时间呢，只有5秒钟的时间哦。好，我知道，我看到你们三个心碎的脸神，我知道了，你们三个还没牵到小鹿，对不对？还有我们这位帅哥在后面哦。好，来，我们这边准备来停笔喽。来，我们边清场，小鹿这边边牵好不好？来，我们这边做清场的动作喽。来，我们这边做清场动作，小鹿把最后这三本把它签完没关系，我们这边其他的我们来做准备清场喽。谢谢大家。新兵哥，帮我清小鹿。我没了，签不齐了，我签吧。再帮我签。好，来，我们这边做清场喽，来，最后小鹿这边把它签完，对，好。我看到。来，大家多多配合，谢谢你们。好，来，我们下一边开放进场，请进。对，来，我们接下来是20位哦，20位，接下来开放20位进场。那小鹿这边有3本，我知道。来，我们签完这3本，我让你们多的时间签，我们签完一样帮我们做离场的动作，谢谢你们哦。啊，这边可以先不要排小鹿，你可以先排其他人啊。对不对？进场还蛮多人的，好不好？来，我们这边20位进场，20位怎么都没人，这边都没人啊！可以进场了，各位。来，后面队伍跟上哦，后面队伍跟上。20位哦，20位而已哦，20个哦。后推点哦，举过头喽。Hello。哎，我等一下传影片给你看。好啊。我 YouTube 等一下传过去。好啊。我传到那个。来了，特写好了。来，特写。然后交换签。来啊，耶。然后你签完。耶。善运。来，后面队伍跟上哦，过来哦。
好，里面这边边签名到，那我这边带我来，顺便再问一下，接下来排队的你是第一次进来的，举手我看一下。好，我现在都问前二十个啊，大概前二十个，有没有你是第一次的？第一次而已的，第一次就这边一位是不是？两位，三。好，那我们这边一样，先稍微等下一批，可以吗？好不好？我们第一次进来的，我们因为人前面人比较多，我这次会再开放二十五个进来，好不好？啊，你是第一次的，你就先不要进场，好不好？等一下到前面先稍微等一下哦。对，我们接下来下一批要二十五个，而且是第二次来的哦，甚至有第三次来的都没关系，好不好？我们就开放二十五个进来，让他们补一下哦。啊，你是第一次来的，等一下不要进来哦，因为等一下你们进来会耽误到你们的权利，好不好？我们再等下一个五分钟，懂我意思吗？因为等一下我要让二十五个进来补一下。啊，你们第一次来的先不要进场，等一下哦，到前面先停一下，好不好？哇，这边小鹿怎么补这么多啊？来来来，你有需要酒啊？你有需要酒？哇，亚轩也默默的就完成了这三十本了啊！好，这边时间还有两分钟。来，现场在排队有没有要签林蛋的？只签林蛋的有没有？在排队的只差林蛋没补到的有吗？都没有，都已经有了，是不是？好，还是有没有慧慧要补？只要补慧慧的，有吗？有，我问到你，你们还举手哦。我现在要补的哦，好不好？或是雅璇、小晴、梦洁的，有没有要补的？现场只要补梦洁而已吗？我现在是讲只要补哦，我要让你进来补完就赶快回家休息的人，有没有？因为现在我们时间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有没有？还是有这边以轩、倪轩需要补的，有吗？都没有，所以你都要进来享受这五分钟就对了，宁愿排一下就对了。好，也尊重你们，好不好？等一下是网上。来，我们里面场内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哦，大家再把握一下时间哦，最后一分钟。好，不要排脚。都不要排脚。哇，这边红豆也开始有点排了一个小队伍哦，来看看这边。来，我们先签名为主，好吧？因为有人在排队，我们先签完，我们再拍照再署名，好吧？我们先以签名为主哦，把握这最后一分钟不到的时间，赶快签完成所有的这个任务，先解决哦。没有，杨大哥的家。三子。好，里面最后三十秒钟的时间哦。现在你你也在用吗？让小布帮我抢。啊，为啥靠背？有你为啥靠背？靠背的。没有人就可以摇的。你要跟他说，我现在是开奥迪来接你，他就让我跟你回去。我要开奥迪。
过奥迪，人家开奥迪。那不是那个卡卡的啊？卡卡的，是啊，卡卡男友就开奥迪。他们说的，管他的。好，来各位时间，我们最后时间到喽。来，我们最后一个签名，签完帮我把笔停笔喽，好不好？谢谢大家的配合哦。来，我们这边一样先帮我们做清场型的动作哦。来，我知道这边红豆小鹿这边还在排队，没？让我们先排一下，好不好？来，我们其他的地方先做清场哦。那我们一样开放25个人进来，25个进来补，好不好？好，都有补到了哦。来，小心东西要记得拿哦。OK， 谢谢你们。来，25个。第一次进来的，哎，第二次进来以上的，好不好？这接下来进来的25个人，很有可能是25个。来，接下来进来25个，你是没有，你是已经进来过的再进来哦，没有进来过的先不要，先在门口停一下，好不好？来，25位哦，25个进来哦。来，25个，往前移动，往前移动、哦。来，后面队伍跟上。往前移动，有进来过的，这个时候进场、哦。后面队伍跟上。对，接下来是进来过的人进场，对，没进来过的不要进来，嘿，来，我们往前继续补哦。来，签第二、三轮的，你举手往前。现在几个人进来啦？12个而已哦。来，12个人来进来，请进哦，13。好，我用麦克风问你，你现在在排队的都是第一次进来，对不对？对，因为已经没有门了嘛，对不对？好，来，请进来。第一轮的可以先补，第二轮的请往前。这边是进来补的吗？这边还有签过第二轮的吗？后面已经坐嘛，對第二轮的嘛，對第二轮。来，直接喉咙拉进来了，哦，直接进来了，因为你的时间已经错过了1分钟了，好不好？赶快来，请进哦。第二轮的还有第二轮的吗？还有第二轮的吗？第二轮的可以进进来没关系。来，接下来我开放让所有要补的人进来，好不好？来，接下来你要补的，赶快先进来补一下。直接装红进来就可以了，不要有看第二轮，还有吗？还有第二轮。来，赶快进来的，赶快先找寻你的目标哦。OK， 好，到这边就好了。好，我们先停了，先停止哦。OK， 好。好，这一回合人比较多，那我这边让重新大家开始一下，我让大家来一样帮他稍微补一下，然后跟各位讲一下，他们不是插队，因为我现在让他们补一下，所以他们时间是有限的，因为他们是前面已经排过队来补一些刚刚没有签到名的。那接下来你们每一个人的权益都是5分钟的时间，然后只有20个人可以慢慢的签，好不好？大家的权益是不会变的哦。对，因为我相信这个补的大概都是补1-2本而已啦，好不好？大家稍微补一下，然后稍微有个秩序来排队一下哦。Thank you.
家把握时间。那我们还有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哦，最后60秒，黄金60秒，稍微要加快一下我们的节奏咯。如果说你还在排队的话，要留意一下，我们要尊重一下后面在排队的人哦。我们尽量签完换下一位哦，我们轮流依序来，让大家都可以补到大家想要的这个心目中的女神偶像们哦。所以下一批进来的都是第一次来的，对不对？好，我这边会把全部场清空，然后好好的留5分钟给你们好好的来做签名哦。好，最后30秒的时间哦，最后30秒的时间哦，我们再把握一下时间，最后30秒。如果说还在排队的话呢，要留意一下我们后面是不是还有在排队的人哦。那相信这边应该都是已经一排在签、在签、在排了，对不对？好，接下来都是多的时间给你们跟女神好好的这个近距离互动一下哦。几个出来了？好，最后10秒的时间了。来，先生。来，我们最后一个签名，帮我准备好了，最后一个签名喽，这个最后一个签名签完之后，我即将来做清场的动作喽。好，走那边喽。来，来这本最后一本公益小鹿把它签完了，没关系。来，最后2本我这边看哦。对，好，来，我们准备来清场喽。好，谢谢你们。来这边有没有可以先进来20个，先左半步先进攻，赶快来，让我同步计时哦，来让大家的时间比较不会 delay 到哦。来，我、哦、接下来要20位哦，20位第一次来的人哦，20位第一次来的，我们要来开放完整的5分钟给他们做签名哦。来，后面跟上哦。哎，这边停住的是，好，没跟上哦，要等等一下，是不是？好，没关系，你们 OK 可以使出 pass 卡哦。来，我们20个把握这个5分钟时间哦。好，讲完话你们还有4分40秒的时间哦，赶快把握时间。那这个在整队的都是第一次来的吗？来后面跟上，哦、熟面孔已经来过了，对不对？好，来后面队伍跟上哦，来排过来哦。嗯。好，现在时间8:35哦，预计大概在2轮，我们大概在10分钟之后活动即将结束了哦。哎、欸，对，我的公牛哥在哪里啊？公牛哥，哦，好，非常好，非常好。所以公牛哥后面还有2、4、6位是在排第2次、第3次的，对不对？补的，对不对？好，没关系，我们一样看时间的哈。那我这边刚才已经讲过，那个我们前面的公牛哥是最后一位的。如果说还有多的时间，我们再完成你们这后面的一些补的，好不好？因为我们这边不仅办好等级哦，很重要，难度好多哦。对啊，家里这个都先办好了。活动都他妈六十，他妈有，他那第一个，他们有活动，然后太快了，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接到。王道，王道，对不对？对不对？
好，保卫的时间到，你们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到，最后三分钟的时间到。接下来我要二十个人，一样是第一次进场的，有吗？喂，星光，第一次进场的。第一次进场的二十个人，那你进来过的，先让这二十个人进来，好不好？因为我有一个心里面有一个新的 idea， 好不好？我们接下来进来的，我让第一次进来的进来二十个人，五分钟的时间，好不好？那如果你进来过的，你先让后面的，先让没进来过的人先进来签，好不好？好，大家好，把握机会，要保证不管是有你这个公益桌历呢，还是我们的拉米克斯的桌历，都可以来现场来做签名。那我们今天签名呢，仅限签这个桌历的东西，要只有桌历可以来做签名哦。好，里面的时间还有一分三十秒，一分三十秒的时间哦，大概九十秒，还可以跟我们的拉米克斯近距离的互动来签名来接触哦。这边的图画街有画到什么？好，那刚刚上一篇呢？好，把握最后一分钟，把握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哦。先生，听一下，他是体态出来的。来，最后三十秒，最后三十秒。来，接下来的下一个队伍二十个有了吗？都是第一次进来的哦，好不好？下一次都是第一次进来的哦。啊？你是要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等一下先不要进场，好吧？我有留一下的时间哦。第一次我知道，我不会一直照顺序补下去哦。所以前面这边都是第一次进场的，对不对？不是。好，那我们等一下先不要，我们先让那个二十位先进场，好不好？那我们等一下。这样子好了，你在排队的，我们往后一步。如果你不是第一次进场的，你往后一步。啊，是的，我们就直接往前。来，是的，直接往前。第一次进场的哦，就不是第二轮、第三轮的。来，第一次进场的直接往前。第一次进场直接往前，好不好？还没签过的，对，只要用这样的方式，好不好？来，第一次进场的直接往前哦。好，那我们里面的签名呢，也即将到了尾声，那我们准备压上最后一个签名哦，最后一个签名哦。来，各位女孩们，帮我数一下，我们最后一个签名签完，我们就要停笔喽。来，最后一个签完哦。其实可以啊，不要乱转。前面后面都签不到。那我们这边可以陆续进来二十个人了，啊，可以先从我们右半边开始进攻哦。你要怎么进？来，帮我进来二十个人，到五分钟的时间，要好好把握一下哦。来，我们二十个人，五分钟的时间，好好把握一下哦。我
哦，这个桌历每天打开不同月份都是不同的这个心目中的女神的这个照片，真的是蛮养眼的哦。哎，我上次看保守的。嗯，哎呦，你有出写真集的不一样啊，对不对？哎，对啊，这个衣服怎么那么没有诚意啊，真的。太保守了。对不对？只露个这个脸，没有肩，对不对？肩膀都。有，我刚刚看一下，有几张我自己也觉得拍的是蛮好的。好，来，我看一下现在现场在排队的，你是还完全没有进场过的，举手。现场在排队的人，在踩在绿草坪里面的，你完全没有进场过的举手，我看一下。对，所以每个人都是进场过的，对不对？公牛哥你也排过了，对了，第二次、第三次的，对不对？好，所以现场都已经是签过了吗？哦，都没有人了哦。好。为什么？